是以妈妈的身份，然后被邀请来这边唱歌给大家听。我是一个写歌的人，然后我也是一位妈妈，然后我也是一位妈妈的女儿。我希望我可以一直用一个很正面、很乐观、然后很快乐的一个方式去陪伴女儿长大。然后就是我们两个人一起抱着吉他，然后一起唱唱歌。我觉得那个梦想是我很期待的。像我这样的一个。